这种草原风格的这种悠扬而绵长的感觉就出来了。下混是用好啊，放好来。我用我自己的流浪，换一个在你心里放马的地方，像那游牧的人们一样，把寂寞忧伤都赶到天上。出味了没有？味道是不是出来了？细节出味道，同学们啊！